来，我说这么冷天，你给我打五十多个电话叫我出来，你要干啥呀？分手了。恭喜恭喜恭喜你呀！恭喜恭喜恭喜你！哎，哎呀，这边分手了，你能换个歌吗？分手快乐，祝你快乐，你可以找到更好的。怎么突然就分手了呀？因为爱情。喂，那别放了不？好好好，哎呀，行啊，那你还想他不？我还想他。哎呀，你开心点儿，他对你又不好，你肯定会遇到那个对你更好的。哎，这就对了嘛，来笑一个，哎，开心点。对。我得开心，我得快乐呀。对呀。我不快乐。我不快乐。哎呀，别哭了，不就是个对象吗？哥再给你介绍一个。行，这就对了，男人必须得洒脱，说不爱就不爱，说你还爱不爱他了？我不爱他了。哎呀，行了，爱情它不就是个学习的过程吗？你现在不会没关系，以后不就会了吗？对不对？后来我总算学会了，不爱了。可惜你爱早已远去，消失在人海。不是哥呀，你咋又跟嫂子闹分手了？兄弟，你是不知道，你嫂子现在都不背人了都。这么突然吗？我也是才发现，你嫂子都给你吃半年了都。啊，那我听明白了，这哥你才是个意外呀。终于你做了别人的小三。不是，我你故意的啊！哥，别哭了，坚强点，这又不是你的错。行，他不值得我难过。这对了吗？真不难过了？就啥难过的？不难过。难过。哎呦我的妈！咋说啊？黄哥，你就这么喜欢他吗？我不喜欢他。啊？我爱他。实在不行，你看老弟咋了？哦，老弟声音甜吗？妈呀，老弟你这可不行啊，这干啥呢，老弟呀？宝贝，这啥意思这是？菊花残，妈呀，老弟这可不行，大哥，花落人断肠，我心事。哇，你谁呀、啊？我是你宝贝呀、啊。你是我宝贝，我还你爸爸，你神经病了、啊。哦啊，宝贝，真是你啊！快说，你是我什么？我是你。不是宝贝，你怎么还戴个头套啊？你问我为什么戴个头套？我刚出差两天，所以放家里后别女人的丝袜。哦，真。你别告诉我这丝袜是你的。不是哥，你能不能换个歌啊？别误会嘛，昨天我女闺蜜来家里住的。什么？女闺蜜？她就是钥匙落家里了，太晚了，然后就……你觉得我会信是吗？不是哥，你能不能别那么硬顶啊？宝贝，你别误会，我睡在床，他睡在沙发啊。最后呢？最后我却一丝不挂。没什么好说的了，我走了。不是，宝贝，你去哪儿啊？我男闺蜜说她生病了，没人照顾她，让我应该陪她一会儿。为所有爱情做出错。
宝贝，你等等我。嗯，您好，您是来相亲的吗？你就是王阿姨介绍的沈阳周冬雨吧？嗯，是，那你就是铁岭王苏龙吧？嗯，漂亮长得。谢谢。啊，你别听他乱唱。那你有什么优点啊？嗯，我体力好啊。啊，什么呀？但是我时间长啊。What？ 你这一通宵，我跟你有仇吗？嗯。我的意思说，我是喜欢跑步。啊，那如果以后我们两个在一起了，我陪你一起跑。可我妈说，不让我跟傻子一起玩。你到底要干嘛呀？啊，对不起啊，我这个人说话比较直。行，那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你说说。行，我的意思。那你自己在这待着吧。哎，好可惜，终于失去你。哎，你别走，等等我再聊会儿。嗨，美女，你是来和张美玲相亲的吧？啊，叔叔，您是张美玲父亲吧？说什么呢？我就是张美玲。爷，不是那个哥呀，看您这年纪不得50了？眼拙了不是？本人今年呢刚满22岁、嗯，正是最好的年纪。我这人多多少少有点那个外貌协会，肤浅了吧，宝贝儿？如果你看内在，哥这个人呢，性格特别好。不是哥，主要就是顾哥。其实吧，就是我不太喜欢就这种硬汉风。啊？就是喜欢娘一点的。哎呀，你早说呀，害得人家憋半天。看，这是谁的20年？哥啥意思呀？送给你的天命。这是想干啥呀？我只想给你说爱，说算不算爱，我还搞不明白。我觉得我找的嫂子就特会招人的，我觉得我们不合适，我还是先走了。哎，别走啊，你再聊一会儿呗，我的宝贝儿。情话多说一点，想我就多看一眼。晚上有空吗？嗯。要干啥呀？渴了。哎，我就想请你吃个饭。